我是耶比。资讯院来到 ASUS 摊位购买我们 ASUS ZenBook 3系列指定机种，就会送我们全川石花的联名限量笔电包哦。欢迎来资讯院找我哦。嗨，我是芝琳，这是宏基特别与皮克斯合作的限定机 Aspire V13。看上面有蝴蝶，下面有巴斯光年，以及呢，我们里面有隐藏版的彩蛋人物哦。想要拥有吗？记得来我们资讯院宏基的摊位才找得到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enovo Lady 薛培培。Lenovo 资讯院推出新款电竞笔电 IdeaPad Y910，周末购买还送 Y 系列滑鼠跟耳机哦。欢迎大家到了 Lenovo 摊位跟我们玩哦。大家好，我是 Dora， 我今天要介绍一台 BenQ 的新产品 i500， 它不仅是一台投影机，也是一台蓝牙音响哦。那大家赶快来资讯院找我们吧。我是凯乐，看看这台 DIR879 无线路由器，它上网速度超快，外形超酷，不管在家里追剧或是打电动，通通一机搞定哦。现场还有很多的优惠，快点来资讯院 D-Link 找我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豆芽，这次我在 Panasonic 要为大家介绍是我们的Panasonic Lumix L10，这一台呢搭载明星般的功能，有 4K Photo。 什么叫 4K Photo？ 就是可以先拍照后对照，这么强大功能要在哪里适用？我们资讯讲究啦。